冲一波，我又来你了。又来干嘛哟、哦？三两天又跑来哦，跑来跑去哦，人家这不是到过端午节再来呀、啊，包了师傅过年再来呀、啊，你三两天又来到什么东西都没拿一点来，打空手来，又来到要杀鸡给你吃，我的鸡都被你杀光了。你干嘛这样说你女婿的肯哦？定要说啊，你来又没拿什么，什么都没拿来。那我这个女婿比较毛权吗？没钱了，没钱你，不是没钱你。你那个人很孤寒哦，不是孤寒，说到我没拿东西来，是啊，我，你不要说东西，我都忘记了，我那东西本来是想拿给我舅的，既然你要，我就拿给你，就说你没心哦，是拿给别人的，又拿给我，不要，你骗人的，拿给别人的，又拿给我干嘛呀？既然你要，我就拿给你嘛，本来我想拿给我舅的。